贾玲给腾哥打的分，魅力值不合格，幽默优秀，反应不合格，默契不合格，体力不合格。本季的高光时刻呢，全程都是高光，需要改进的地方少说点话啊，嘴太损。魅力值没有很差，如果很有很差，我都能给你打很差。行行行行行啊，下一个是花花，你看人花花，对，后边有个括弧，毕竟是曾经的校草。魅力值优秀。优秀幽默值优秀，反应力很一般，默契度优秀，体力负分儿，负分儿。本季高光时刻掉假发，需要改进的地方完美。你瞧瞧，完美完美，未来可期呀、啊。关晓彤，你看人小彤的细节。后面写沈腾哥，被评人沈腾哥，那是啊，魅力值。哥，这好像是改的，先开始是不合格。小童，我看你好像也是改的呀、啊。后面好像改了，拿涂改液改了。都是优秀啊，都是优秀。完了，体力是一般，默契度、真实的内心也是不合格，不合格。高光时刻掉头发，咱俩说一样。深杠，单杠。啊，单杠、啊，单杠唱歌，单杠唱歌，单杠唱歌创纪录1.88秒，好牛啊，棒！好牛！然后撑起整个家族确实累，but 不要再犯困了，多一些担当，成年人该有的样子。好真诚啊 ！OK， 挺好，打得挺好。